Attention citizens, nuclear strike imminent.紧急插播，录 ending 的时候突然有人核爆，然后我想说打一打又有人核爆，然后结果他打在我家这里。我们来快速移动一下。爆掉了 ！Oh my god！ 下一次换伺服器，我再修好了。哦，这就是家里被核爆包围。我记得我很久以前也有被包围过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去前面的日顶站逛一下。把门的哦，高辐射流体。我最近在这边呢，稍微打理一下我的那个补给品哦，对。没有，我已经整理完我的东西了。对，我原本是要下线。好、哦，这个给大家猜，这在我家下面而已。以前是机器人，现在已经变人类了。嗯，活动。莫诺格矿场，莫诺格矿场会有底部。哎，这在我家楼上有事件触发了。我来去看一下啊。嗯，现在应该是蛮多玩家，我传过去看一下。嗯，我下一次再去好了，因为我现在走过去，我怕他们已经打一半，然后我可能。前面可能会有漏看什么东西，对，所以，下一次再去没关系。然后我先换伺服器啊，他传奇卡片，我那时候中间是点智力嘛，然后把它拆掉、哦，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看不懂这是什么，对我那时候在想这是什么意思。最高上限就是15点，给你分配卡片，你不能再高，不会因为你智力20就20点。所以我后来把了我的智力把它拔掉这样。NPC 的部分对不对？就是给予你任务的不能杀。镭射枪，怎么外面开干了？等下去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对哦，现在是有人类的世界，可以问一下。警卫哦。Those mod men, I need to get out of here. You should too, stranger. You hear them? Out there, doing who knows what? Super mutants. I don't want no trouble. Oh no.They're here! Super mutants are here! They're out of here. What the heck was that? Oh, 说来就来了。我靠！讲，我刚刚想说把他带去那个车子那里，让他爆炸。啊，完了，我总觉得他会死。这样会不会打到那个、啊？哦 my god！ 我们呢，先来去这个莫诺格。嗯，没有敌人。哦，好，暴击一发。哎、欸，也是蛮痛的啦。哦AP 一下就喷完了。我们先从外面观察这个洞，这个矿场，它这边塌陷，所以我要另找入口。哦，我刚去维基看到一件
蛮惊人的事情的，就是说这个是主管把这个洞炸毁的，就是这家公司在当时的某一段时间要离开了，对，然后当地的居民呢，有些喝醉来矿坑里面偷东西，然后正当他们要偷出来的时候呢，主管就把那个洞穴入口炸毁，让他们进不来，让他们出不来。对，所以到时候我们进去会看到以前的居民。我们刚刚不是有讲说，就是有一些平民喝酒，然后进去搜刮一些物资嘛。有一个名叫马基的 NPC， 他的爸爸那一天也是喝酒一起进去那个矿场里面，然后那个主管就把那个洞炸掉。对，那现在有两个问题，就是马基在哪里，我要怎么找到他？对，然后第二个就是矿场那一堆石头，对不对？你要用核弹打下去，对，所以核弹要砸在这边，对，然后呢才可以把那个矿场的石头砸烂，然后我们才可以进去参加这个事件。维基那边写的是 Maggie Williams， 对，我没有找过这个 NPC， 所以我不太确定他在哪里。那你说，哎，你现在要出发去打核弹吗？这个嘛，有，我有核弹卡可以打。好，然后还有一个衍生出一个第三个问题，对，哪一个问题呢？就是我可能要搬家，对，因为你核弹砸在那边的话，基本上，对啊，我会挑那个莫诺葛发电厂，对，我会盖在这附近，因为它发电的时候，它那个散热塔那个蒸汽这样子，然后在白天的时候很好看。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在家开设商店，然后就看玩家，如果他有关心到你家在附近的话，他就不会砸。我通常浏览完资讯呢，如果它里面有很深入的东西，我比较不会去看。对，就是我刚好浏览到，就是说 Maggie Williams， 不是这样念，那个就是这个马基呢，他有这个 NPC， 然后他会给你任务，所以我们先不要急着去解，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任务我觉得蛮有趣的，到时候我想问问看。大概就是说那个小镇很贫穷，然后呢，那有钱的公司来这边看到那个矿，他要挖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挖完就走了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。然后他们不会鸟镇上的贫穷的人，我的新家。对，应该是可以啊。Let me ride through the wide open country that I love. Don't fence me in. OK， 铁矿的，好。对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这边有几个炮台可以防御，但是要插电的。然后这两个炮台是不用插电的，马上集战力。好啦，这是我家新居落成。然后 OK。有什么新奖品？哦，他给了点试试一曲的。Enjoy。这个手榴弹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这个啊，刚好。所以，我上次不是看错喽，就是他有点啊，shit，哎，对，真就是有一点怪怪的，对，没有错，马上变敌人了。OK。怎么看不到这台机器的血量？子弹弹道是不是有点怪怪的？哇靠，这敌人真的很多。之前在路上遇到那个敌人也是这样，突然就飘。哦，那个重要的人都不见了，对，所以对，没错，都不见了。